其实盖子里部还有一个暗层可以放球，再将表演的球放入道具中，盖上盒盖。表演时拿走一颗球，实际盒盖里还有另一颗球在里面，你学会了吗？其实葫芦里还有一个小球，表演前先将小球放进葫芦里，再将红绳放进葫芦里，让小球卡住红绳，你学会了吗？你把你现在的心情放在盒子里，我就能猜出来。你的心情是不是很委屈呀？其实这个骰子有着三种情绪表情，分别有生气、委屈、微笑。摆放生气表情，底部就会显示突出的手感；摆放微笑的表情，底部就会显示凹进去的手感；摆放委屈的表情，底部就会显示平底的手感。你学会。其实这是一个魔术道具，盒盖底部是带有磁铁吸取功能。魔术前先将骰子放入其中，再放入盒子里盖上盒盖，用手大力往下晃动，黑骰子与盒盖磁铁形成融合。还有多种颗粒玩法，你学会了吗？其实这四张是魔术道具牌，只有这张黑桃 A 不是。表演时注意牌面叠放的摆法，不要被观众看到破绽。正面摆放时是这样，再把黑桃 A 放在另一边，再反过来就能展现黑桃 A 了。你学会了吗？